是。凉面啊，记我了，特别好。那等会儿就到了，你看，还走红旗吗？嗯，来碗面了吧？真是我的生煎，是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排队买来的，你凭什么插队啊？你的生煎？对啊，不然是你的。刘少爷，刘少爷，干嘛呀？我脸上写着“恶霸”两个字了吗？先来后到排队买饭，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们都给我站好了，快点啊！哎，老板，你还傻看着干什么呢？赶紧进去卖生煎啊！啊，好好好。这可使不得，我怎么敢要二当家的钱呢？废什么话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哎，我像是吃饭不给钱的人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你就给我拿着，给。哎，送一个啊。天意小姐，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？我不会跳舞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这个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对，轻轻的。这只手举起来，我这样握着你的手，好吗？嗯。然后右手放在你的背后，不要介意啊。就这样，对，我们跟着节奏，一二三四，我左脚迈出，你右脚也要跟着迈出，我们试试好不好？嗯，准备。啊，没事，跟着我走就行。这样啊？哎呀，对，没事的，对不起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好吗？好。
在这儿？翁志在哪？吴刚怎么了？是一杯长岛冰茶送你到这儿的，你忘了？好好喝。那杯茶，那杯茶，那杯酒，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啊？吴刚是不是很丢人啊？还行吧，也没有特别丢脸，反正刚刚月亮上的人都知道了。没事的。我现在还不太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跟你的关系。天爷，难为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不好。嗯，不要这么说。天爷，你看一下天上的星星，刚好我的名字里有个星字，我会慢慢的、耐心的等。如果你想我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天空，然后想象一下，我一定也会在同一片星空之下守护着你。这样吧，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了，你就把你的项链送给我，我就知道你答应我了，好吗？嗯，我该回家了。如果让我爹和我哥知道我溜出来的话，那就惨了。哎，小心！人力车坐不坐？人力车。谢谢。你看，你看，星星。是我最好的兄弟，兰兰是我最好的妹妹，你俩在一起那不就完美了吗？可是你明明知道她不是我的菜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对啊。你喜欢谁呀？你这刚回国没几天的，你又没认识几个人，你喜欢谁？哎，干什么？给我看一下又怎么了？别侵犯我隐私啊。好兄弟，有没有想我？哎呀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逃出来的。怎样，今天面试怎么样？你说呢？恭喜恭喜！哎，如何？我爸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对你动粗吧？我当然不会啦。伯父，爸，福生啊，幸亏你啊，我才能找到儿子。你告诉我爸，不是我，我怎么可能？星辰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。你不会真的以为是我吧？哎，哎。